喂，喂，乌舍尔。Shouldn't have made me your enemy. 你把麦关了吗？行吧。兄弟在吃东西。嗯，好的。傻逼说话。好一个傻逼说话。我跟那个药区说的。Just breathe, breathe.我是扎瑞尔。Our cunning trap just got flipped ass ways up is what? Nine fingers wants the stone. 我是贾希拉。With what he cleared from our vaults, he's got enough gold to make himself a lord in truth. You think anyone told me?Nine Fingers sent word the Stone Lord was going to try his luck on our vaults. So she told me to cooperate. Lure him in. Yes, sir, Stone Lord, sir. Shall we open the account in your name or the Absolute's? Just step this way to your special deposit box. Don't mind the teeth. No one mentioned he might have some old crone dropping in as backup. As chairman of the Fellowship of Financiers, I can assure you we'd reward you well for the return. Not for us, you understand. For the common Baldoria. Who knows what he's planning to do with it?Try all of it. Every penny of civilian lodgings, anyway. 经典 I mean, not like we lead him into the private vaults, but still, a lot of Baldurians waking up poor tomorrow. What he can do with that kind of coin doesn't bear thinking about. 然后他全融了，做了个金座子。Maybe you do.Gets me a beating and gets you exactly nothing. Retrieve the coin and I'll make sure you are well rewarded. There's treasures greater than gold. Feel free to poke around this place and it'll help you pick up the Stone Lord's scent. Me, I've got legs. 可给你忙坏了呢。见鬼！我早说这里有多少钱，我他妈自己就来打劫了，真他妈油腻了。嗯，哎，你要这样的话，我得换人。真有敲击术这个东西吗？你见过吗？当然有了，我都用过呀。嗯，我用过好多次了。那我敲敲他的行吗？直接拿出剑来敲一敲。那你敲敲他的吧。这么突然，身数这么低了。Maybe I already liked. Well, can you imagine what it would have been like? 又是这个地方。Anyway. 嗯。可能刚才你记了，他觉得你没记住，他得给你说一遍。确实。Looks like footprints from the sewers. Now you can tell me about this. 已经找到线索了，操！我他妈直接离开营地。哦，他就会吗？吟游诗人的技能、啊？没有，我就是专门给他学的。嗯，无效目标。哈哈。嗯？
对魔法屏障解锁一件被寻常锁或魔法锁封住的物体。可能魔法宝藏不是魔法锁吧？哦，错综复杂的秘法锁会防止敲击术发出的宝藏。对不起，对不起，失敬了，失敬了，带错人了。等会儿我，等会儿我再回来。保险箱，你等着啊，你等着保险箱。我今天不弄死你，我他妈的不姓宗。这不能直接跳吗？我。对的，所以说我带错人了。你现在应该自己带着，干嘛？来，兄弟，啊不对，姐妹，你来。姐妹，姐妹，姐妹，来来来来来。难度多少的？好像是二十。二十吗？二十，二十，那我得变一下，变一下。跳了，这不三十吗？我操！我没注意看，反正是我平常跳不开的锁，二十三十与我来说也没什么区别。总计扎成十六到十九，兄弟，投出十四以上就必然成功，来吧！开了。嗯。水妖精披风，我日，有点意思。额外获得一个二环法术位，我操！五色儿呗。乌瑟尔用不着啊，乌瑟尔他妈的需要重击，乌瑟尔身上那个重击项链比较重要。哦，看着啊，老头，我他妈继续敲。也不对，我想想，后边都是不死。魔法阻止我，一个一个都撬开。给他兄弟整迪纳斯的帽子。东方白日，激情暗夜，我来读一下。激情总在后半夜开始了吗？达纳斯夫人有一个名叫内尔戈塔什的年轻恶棍。我操！牛的牛！戈塔什不愧是魅力二十的人。牛的牛的。我也来撬一撬。摇个二十吧，摇了个二。说个难听的，我身上盗贼工具好像不够了。我不败坏了，我身上还有七六个。加纳斯的帽子我也不需要啊，塞给乌塞尔。这些钱我也不想拿了，放那儿吧，给这儿的人留点钱吧。那个，你能给我来上个神导术吗？稳一点的呀。来了。你等我把神导术从那儿掏出来，掏出。要不你给我，直接你给我吧，然后我用完了还你。你还我干啥？我用不着了，你拿着就是了。啊，你给这个死眼吧，给这个死眼。他能给自己上吗？哦，他只给自己上好再去撬是吧？不用，撬的时候直接能给自己上。总计加成十七到二十三，来吧。古尔的长臂，怎么了，兄弟？刚才说他妈的，我他妈直接给你戒指，我他妈直接给你钥匙算了，我操！你给呀，那倒是他妈这光张嘴，他妈不动换的吗？
这个弩你要吗？你拿着吧，我看看。我觉得我不拿了，我给乌瑟了。乌瑟刚才不嫌弃那个弩不好用吗？对，乌瑟手里这个逼弩，他妈一个轻弩不太好用。你把那个盗贼工具给我吧。我都给你了呀，六个。都给我了 ，OK， 兄弟 ，OK。嗯，竟然失败了。41，我操！What do you think you're？ 哎，这清界棱镜结案，我操！危险！这有书吗？有的，有的，有的。哦，这有个寄生魔标本，直接送到营地里去。哥塔石，我能不能他妈把这些东西留到二周目啊？然后一开始下的船，直接把这些寄生虫全塞脑子里。他妈二来条寄生虫，我靠，往脑子里塞。你直接他妈变成猪脑算了你。Just breathe. 黑手之手。牛的，这一段故事挺抽象的。啊？所以梅斯特也变夺心魔了？是这样。哇，我他妈砸门，这帮逼人还不愿意，还不愿意哦。我可以撬，但是我不能砸，是吗？文明，文明，大家都是文明人。博德城里 civilization 是吧？是啊，他已经无力吐槽。雷文加德的鞭翅，我还以为雷文加德的鞭呢。父亲的日记啊，这是雷文加德的保险库。真正的人鱼，那我要下去抓一个。父亲，我看见了人鱼，它很美。威尔小时候喜欢人鱼，哎，感觉不如美人鱼2023。哇，波涛三叉戟，波涛命中后，在目标周围的中央生成一个两米的水，两米的水，好小，没什么东西，没什么意思。给乌瑟尔留着扔。乌瑟尔有他妈那个回旋魔就够用了。哎，不是刚才还有俩，再去撬一下。那个库房里还有一个，那伯德安的那个什么东西在哪儿呢？什么伯德安的什么？你不刚刚才说有一个什么雷文加德的鞭吗？鞭翅，雷文加德鞭翅在哪儿？那个鞭翅给你了。啊？雷文加德的鞭翅得是个什么级别的吊东西？我怎么没看见？灵指手套，巧手加一，再加上敲击术，重箱子，球，训练线，毛绒玩具。有人说着吧，有人一边说着把他妈的这个东西送回营地，一边塞到我身上来了。什么？蝌蚪吗？对呀、啊。蝌蚪塞你身上了，我去。贵族的勒索文件。哎呀，你别逼逼了，我什么都没拿，我就把东西，你把装备拿了，那些钱我都留着了，逼逼啥呢？雷文加德的鞭，我感觉这里边要是玩个那种双持的那种职业，挺强的。它这里边好用的钉头锤特别多，我这个不拆吗？一共九个呢吗？尊敬的女院长，修道院到博德之门。嗯，哎，哪个这里给我标一下。这里头墙上还有一个。是吗？哦，没看见。这一共有拆得到吗？我不知道啊，我变成侏儒了，我拆得到吗？是不是得站在上面才能拆？哦，能拆到，
谁他妈在自己的保险库里放了7个重箱子？我日！哎，屌用没有？屌用没有？什么东西？一个中甲，一个中甲，屌用没有？嗯。行了，我回营地了。你的任务完成了。你给我看那个中甲是什么呀？轻甲，先攻检定加二，护盾术。也不能说没用吧，他妈的，你要玩那个，你要玩个那种高地攻，你戴这个石魂面具，你再戴这个这一套，他妈的你先攻12，我跟其他人都不是一个级别的，操，就是他妈打龙你也得先动。但是咱们没人用啊。确实。而且感觉你说像这种灵巧型的武器，刺剑什么的，感觉都挺多的。你像这种，那种大锤什么的，就没什么特别好用的武器，感觉。三叉戟只是扔着用。所以你那儿找到线索了是吧？找到了，他们都是地下室里来的。地下室里来的？不是地下，下水道里来的。下水道来的。那就走吗？你不走，你在这准备干点什么了？你给人都毛完了，都给人毛急眼了。下水道，那就穿下水道吧。冲下水道，折月，我们自己折月出去。